下面有请修楼梯战队。修楼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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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楼梯。我们三个都很有信心，要呈现给大家看到是最棒的舞蹈。这首歌很快，然后力量又一直很啪啪啪啪啪，你要一直维持那个能量。我觉得张浩也豁出去了，他都把地板招拿出来用了。A lot of the ideas and the choreography coming from myself, so I'm hoping to apply all of what I learned to the show. Let's get some rest today.他们这一次三个人的结合，没有去任何的道具，只用身体去传递真正的街舞。我是最有把握的，就是这一组的表演。OK， 刚刚涛哥他们的组采用了很好的一个道具，展现了中国风的味道。但接下来这个呢，是用身体来告诉你什么是真正的舞蹈。Check this out.Early in the afternoon, they call me taking your host while we pass through in the search room. Back in front, yeah. Then, John Ha.排过这么多支舞，我觉得今天这支舞最难，让我觉得最难跳好。其实对面最主要跳的还是比较偏 hip hop 一些，然后我这边就是 C pop， 所以就我觉得，涛哥，虽然我们这边是 hip hop， 但是我们是中国人跳 hip hop。对，我知道，我们是纯正的 C pop， 我们是害怕。我们主要想传达的就是。不是说对面不好，其实对面的刚刚那个 track 给任何一个在现场的每一个团队都可以编出一样炸的舞蹈，而且实话后面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。我很明白的说，因为张浩其实翻滚到地面那个滚是不完美的。我觉得就今天如果说作为一个作品表演的话，我们用不同的风格，用属于中国的东西，创造出了一支属于中国人的舞蹈，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情。他们是 hip hop， 我们是 C pop， 就是这么简单。谢谢大家。没错 ，C pop 不简单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比的是街舞。什么是舞蹈？这边可以看得到真正的、纯正的街舞。我希望把你们的毛巾投给 Solo Team。好，现在请两位队长投票。千玺队长，我也很喜欢修楼梯的表演，对，但是对于新颖度和编排，然后舞台上面的程度，我会更喜欢这边。好，谢谢。两个来去选的话，更合我口味的话就是修楼梯。好的，谢谢。现在请两队。转身面向给你们投票的观众，现在有请现场有投票毛巾的110位观众做出选择。如果支持小猪的话，请扔下你们的黑金色毛巾。
如果支持黄子韬的战队，请扔下你们的红蓝色毛巾。我 CPA 中国风，中国人，好。请投票。好吧。现在请工作人员上台计票。